大会的人员呢三四百个人，那很多也是出来创业的。那总体上，感觉啊，就是说，差不多是两千年以来的这种氛围，这种热情又重新展现出来的。其实我们公司的话呢，是在2002年就开始运营，我们主要是专注于做 IT 教育这一块。那目前的话呢，在国内 IT 教育这块的领域里面呢，应该是排在第一或第二名这样的一个角色啊。那我们呢做的产品的话呢，覆盖的职业教育的中高端以上的，像思科、微软、Oracle 啊。那么总体上的话呢，因为中国现在的就业压力比较大，而且大学里面的那些课程跟那个企业需要的 是有差别的，所以呢，很多学生到了社会之后呢，他需要去充电。那么这个职业教育这块的话呢，应该是以后的市场一个重点吧。所以呢，我们这几年来呢一直在做这个事情，但是我们